一举两得。颠庄子是春秋时期的鲁国人，他勇敢善战，在村子里远近闻名。邻村的山上有两只老虎，常下山来害人。有一天，颠庄子到酒馆里喝酒。山上的老虎又下来害人了，你知道吗？什么？我去把他抓来。哎，且慢，那两只老虎正争吃一头牛，他们激烈相争的结果一定是力气较小的老虎要被咬死，力气较大的老虎也要受伤。那时候你再上山去，只要同一只受了伤的老虎搏斗啊，就容易取胜，而且只要刺死一只伤虎，就可以获得刺死两只猛虎的美名，你一举两得，何乐而不为呀？一举两得。山上的两只老虎果然为了争吃肥牛激烈的相斗。不出所料，一只老虎受了伤，一只被咬死了。颠庄子这时轻易地刺死了伤虎。成语一举两得是说做一件事而有两件收获。